咱一个仪式先做一下，咱先邀请会长吼进来。啊，就咱后一届的会长宝哥吼，有一个纪念品吼，要送咱会长，大家抱一下水流。真的很感谢各位哈、我们本来很想再连任，宝哥哦，已经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，我忘了拍谁，然后连任，真的很感谢各位哦，这一年来的这个支持，鼎力支持，但这一年哦，真的我每次到打球的时候都很期待哦，见到各位了，快要够远，我的抓野来了哈，希望哦，我们这一份情哦，变成哦，延续。几十年，谢谢各位，再次感谢各位，谢谢。